且呢，他们这是自创的一种教学方法哦。听说都会教学生怎么样学动物叫，是不是？哦，因为那个我们也有在养护中心教长辈唱歌，用他生活化的方式让他知道怎么样打开那一口腔。那一般的话，如果是动物的叫声，他会很有记忆。然后我比较会的是公鸡叫。好，来来，请。醒来了，就跟我的外表比较没那么像。梅姐，我觉得我们已经，你看之前有杨妹妹，杨妹妹歌后，杨妹妹歌后，现在又来了一个歌后啦，叫做我不是歌狗给歌后，狗给歌后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吧。谢谢王小玲。